虎扑11月16日讯，此前巴西足协官方宣布萨拉赫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，球员将进行自我隔离。据报道，日前有一对新婚夫妻在萨拉赫隔离的酒店拍婚纱照，萨拉赫还出现在自己酒店房间的阳台上，充当了特殊的背景板，同这对新婚夫妻来了个合影留念。